那我们现在请那个丽人，丽人，赶快叫丽人姐讲，快过去。丽人姐，今天你该不会是鸡排吧？难怪他们叫我不要带我的鸡肉。私厨，两年的时间，投资成本260万，回本时间3年，平均营业额20万，哇，平均营业额很高哎。对。20万很少哎，会吗？你是不是要深入的了解一下你自己投资的这家店？我是不是真的？我们店是不是真的一直在亏？你有看过财报吗？我觉得20万怎么会少？还20万很一个月的 revenue 20万非常的少哎。哦，真的吗？就是你营业额进来，可是你还要扣除所有的成本啊、开销，那基本上代表没有什么赚呢。哦，而且私厨是不是没有在讲究什么翻桌率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私厨是所谓没有翻桌率的，慢慢吃。像我们又是在比较隐秘的空间，然后又是预约制，大家一定要预约，然后我们要看时间可不可以，然后就是一天一桌的概念，而且也不管客人，一天一桌，就一天达到了，所以你算一下，老师是不是又想要当其他兼职开创部？我还去过丽人姐店，有，而且大飞哥有来过。他只有一个人，虫虫哥也有来过，对，他没有装潢的很棒，对，没有请员工。